好啦，鏡頭咧就睇到咧，就係兩隊嘅球員咧就喺隧道裏邊啊，就跑出嚟啦。咁啊，著住黑色衫嘅咧就係中國隊，白色衫嘅咧就係東家隊啊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呢場比賽嘅球證啊，就係新加坡籍嘅係馬遜。咁啊，球證咧就係指示咧呢個球員啦，企好位之後，咁啊比賽咧就隨時可以開始噶啦。咁啊，中國隊喺之前嘅兩場賽事啊，喺小組方面對住澳洲咧就係輸12-45，咁啊對住加拿大咧係輸7-12嘅。開始波，邊個東家咧就向前跌波，咁啊相信咧呢一個係咧。中國隊嘅得益啊，陸尊走埋幫佢啦。冇錯，贏咗呢個 Rucks。球證咧見呢個得益咧就喺啊俾咗中國隊，咁啊冇乜得益啊，咁啊所以吹翻俾佢哋咧就有呢個嘅罰球，係嘅一個鬥牛噶。中國隊二號黃家成啊，身材相當之健碩。比較健碩的球員就打前面右邊這個位置，就 lose at 這個位置就需要比較大隻一點，陸尊那邊方向避開一個兩個，沒錯，這邊就三打一了，交不交到出去，一個高速交叉走位，咦不是，以為他走回內線避開一個，前面沒有人了，應該就可以做一達陣，去不去到好一點的角度，哇不錯啊，是啊，你話頭嗰幾分鐘嘛，我哋希望佢哋嘅持久能力好啲啦，頂住佢啊！可能係體力啊，定係經驗嘅問題。希望呢一次中國隊咧就可以將呢個氣勢咧帶到去下半場。陸尊啊，呢個 playmaker。咁啊，雖然我哋見到咧頭先中國隊咧就係有個達陣啦，但係其實咧對手咧就打少咗個人嘅，因為場中間咧就有一位東家嘅球員咧就瞓咗喺度嘅，咁啊冇參與比賽，咁到而家咧未起翻身喎。中國隊就似乎就真係啊攞到呢一個著數啊！咁但係咧，畢竟啊頭先嗰個嘅攻勢咧，亦都相當之軟弱嘅。咁陸尊咧令到選擇咗人多打人少嗰邊嚟到進攻咧，咁啊成功攞到呢個著數啊！啊，見到呢個球員起翻身，唔知可唔可以繼續比賽？咁啊試試腳，見佢拉一拉。相信冇乜問題啦，可以起跑啊！咁啊，企翻位之後咧，就係到啱啱入波嘅中國隊咧，就開波。開波嘅咧就係金華。可惜啊，有少少失誤啊，滴唔夠咧，開唔夠十碼，咁啊變咗呢個 turnover 啦，變咗係呢個東家隊嘅中線波。呢個係自由球嚟啊，所以咧要滴一下先至可以開到波。打橫走咗一輪，揾到出面有兩隻，啊！俾佢接到波，好勁啊！杜大力，杜大力雄啊！但係咧，中國隊嘅球員咧防守成功啊，將佢揈咗出界。陸尊咧即刻攞咗個波翻嚟先，有快波可以開快波嘛。但係咧，選擇一個咧就係跳波嘅界外球。開個下手出到嚟已經去到 winger 位啦。走 step in step out， 自己前面咧就冇人做一個越踢，好可惜佢呢個越踢咧，似乎稍微咧延遲咗少少啊。如果佢可以咧就早少少篤個波前面，就算佢俾人咧就係 tackle 低咗咧，可能內邊咧都會有其他嘅中國隊球員咧就可以做到一個支援噶。東家嘅界外球贏咗呢個界外球，但接到落嚟嘅時候咧，冇人接應啊，所以變咗咧就做咗個地上爭奪球。好彩啊，攞翻個波，走個小斜線，有冇人抄叉走位？佢唔俾內線，直俾翻出邊。
出邊咧係有位嘅戴一晴，睇下哇好勁啊出道，提一腿之後咧，但係六磚啊都可以掹翻低佢喎，好好啊！裏邊仲有兩個，嗱二打二，我穿埋嚟補位嘅時候咧有少少失咗位啊，俾佢 step in 咗，改變咗方向啊，掹佢唔低。加上咧，即係入球啊！呢位東家嘅球員啊，六號馬迪奧咧，上身啊非常之大啊！睇翻慢鏡頭，嗱六磚啱啱掹低咗佢，但係咧即刻企翻起身，繼續做呢個進攻啊！一裏邊咧見到仲有兩位球員啊！六號嘅馬迪奧啊！他都不用再交給外面，就自己已經可以用自己的身形和衝力過了這個達陣線。加踢應該沒問題了，東家隊就是反超前7比5，中國隊可不可以破了自己這一次在香港的魔咒，每次都是在頭兩分鐘表演完就好像有一個散了的狀態。我相信我哋喺呢一場波絕對有咁嘅能力嘅，雙方嘅實力咧其實係幾接近嘅。冇錯，因為佢哋嘅速度啊、身形啊，身形爭少少啦，但速度啊唔輸蝕俾東家嘅。好可惜啊，話口未完咧，又俾喺中間做到突破，仲要喺 H 底咧做咗個達陣。但係東家嘅球員咧達陣之後咧一陣痛苦嘅表情啊，佢個膝頭哥插落去草地嘅時候咧，似乎係。有啲受損啊，不過對佢哋嚟講，呢啲皮外傷好閒嘅啫。好迅速啊！呢個運將個球咧，好快、好迅速咁樣就運輸到有空位嘅球員裏邊。咁啊，東家嘅伊奧哲達陣，係啊，落地嗰下咧就硬到少少，唔好協調啊只腳咪。今季第九個達陣。好高啊！啱啱過十碼線，好靚啊！但係咧，自己球員接嘅時候判斷有少少錯誤。咁啊，中國咧球員接到波，諗住揈出去，未揈出去之前咧，已經俾對方咧推到去啦，就係隻腳踩咗界出界，變咗咧就係東家隊有一個界外球啦。啊！球證就吹翻俾咧呢個中國隊咧一個鬥牛。好穩陣啊！佢哋嗰個鬥牛頂得住嘅，劈出去好靚啊！第一輪改變咗兩次方向，裏面冇人，唔夠幾下假動作，出面有兩三個球員啦，拉咗之後大多情有冇交叉走位冇啊？走個直線，前面有兩位球員招呼佢，拍唔拍到腳？仲有啊！好可惜啊！係向前交波啊！頭先我吹咗 forward pass， 拍一拍手掌啊！金葉都睇翻啊，慢鏡頭嗱，見到八號咧，八號咧就係何忠亮啊，俾人 tackle 之前咧就 pop 入去，但好可惜咧就係 forward pass 向前交波，變咗對方咧就一個鬥牛，係呢個鬥牛仲犯規添，對方即刻開個快波啦，中加隊。一個假動作 step in 翻，俾佢咧就一個轉身擺脱咗一個嘅攔截，冇錯咧有人再冚入嚟，嗱快啲組織翻個防守線啦！如果唔係咧，就對方咧就好易就再突破到喺邊線呢個快馬，做幾下變速擺脱唔到。中國隊到，中國隊防守做得唔算唔錯嘅，回防嘅速度亦都好快啊！回防的陣型咧，亦都係hold 得到嘅。翻翻轉頭之後咧，好快有一條防守線出咗嚟。咁東家隊咧就攻攻下咧，都係要令到佢嗰個進攻嘅節奏就減慢咗。咁但係好可惜啦，有兩次嘅轉變方向之下咧，去到呢邊咧就已經係人多打人少啦。所以咧就東家隊咧就喺臨完場之前咧就做多一個達陣添。球證咧就似乎旁證有啲嘢同呢個球證講，咁睇下咧呢個達陣咧就算唔算啦？球證啊停咗個標先，
喂，頭先咧就入一入中國隊咧就八號嘅球員啊，何忠亮。咁啊，球證咧就示意咧就係東家隊咧就可以繼續踢呢個嘅加踢嘅。睇埋慢鏡頭啊！東家隊嘅球員攞翻，有少少咧就係踢腳，但唔緊要，引開咗球員之後咧，都係單手啊，拋俾自己嘅隊友。劉尊走過嚟補位啊，都已經太遲啦。咁啊，暫時咧上半場係以21-5啦，東家隊暫時領先。